明るいかな。これ使うかも。ちょっとせっかくやったのに消えちゃった。熱い。レック晚安。上口在线，嗯，就没有怎样。岁月晚安，薇安妮。陆克晚安，青雨晚安。谢谢雷克的岁月草，北极熊晚安。今天这么怎么也这么想你？九蛋晚安，谢谢北极熊的自由包包。吐司晚安，谢谢送我月赛应援。今天要去追卢卡，晚安。谢谢北极熊，吐司晚安，薇安妮。陆卡晚安，我超想你，想你想你。青雨晚安，对，没怎样就好。谢谢 Legun 的月赛应援。山谷会养吗？不会。冠宇晚安，酷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我好久没有这样用头发，想说我一直都没有用它。三喜 A 配很美 ，Thank you。感觉很久没看到你了，最近忙着搬家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也可能快要搬家。一直在丢东西，好久没见，超想你的，真的，几天没见了。刚刚是聊到拆线吗？哦，对啊，但拆线其实也没有怎样，就拆，就拆一下。图是在搬家，衣服上面是豆豆先生吗？哦，对啊。我今天穿豆豆 T， 晚安。怎么在卷头发？因为我太久没有用这个了。拆完线能看吗？想看是不是？等我一下、哦，嗯。你这是懒人用的，这样我就。它会自动帮我卷，只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，因为我头发太多，一次刷太多，它就不会让我不会那么卷。Luca 最近忙吗？最近吗？今天还好，对，就是忙家事而已，其他还好。晚餐吃摩擦汉堡，小雨晚安 ，Steven 晚安，志祥吗？晚安。看留言了，对，用这个就比较不太会伤头发。整个晚安。卢卡到底做了什么要，什么需要道歉的事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林月去表演剩下一个月了，应该排练的更急，从下礼拜开始对，烤玉米机器。服装要到什么？啊？什么意思？道歉？手拿自动玉米。音乐剧那个现实啊，不是一堆人先道歉。音乐剧的，我想一下哦。云南晚安。道歉，看来你也不知道。对，这是豆豆先生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服装道歉，因为我也想不到。等一下哦，我可能要看一下现实，因为我可能真的忘了。Echo 晚安，好可爱的衣服，这其实是我妹妹的，她原本要丢，但我觉得这个丢之前我先穿一下再丢。
就是限动一直鞠躬的那个。最近很长欸，真的吗？限时排练的道歉。他喜欢这一件。泽威晚安，新佑晚安。各位，等我一下哦，是哪一稿？你跟Judy在道歉啊？想到了，消落场对不对？我们，就是看了就知道了，对，看了就知道，跟剧情有关系，我不想透露。对对，算是道歉了，对啊。外面雨下好大，我先赶快骑车回家。好哦，早点，不是早点，等你回来。期待期待，米酒晚安。原来跟剧情相关，对，秘密剧情，没错，讲了就不行，爆雷了。樱桃猫晚安，心晚安。伤口，可是用这个，我现在是这样欸，还是要涂药膏，然后盖上那个gauze的中文贴布吗？不是贴布，纱布。对，新的发文太性感，光很好久不见。这位哥晚安，我今天有去找 Judy 跟爷爷，超级羡慕的。可恶，因为我原本我今天晚上想去，但是因为我开直播，然后明天就两个都卖完了，所以我不能去，很难过。那还是不要猜好哦，还跟他们合照，好羡慕哦。今天台北雨超大，明天售完了。明天千秋了，都售完了，好羡慕哦。但下午才售完的啊。北部一直下，以后这种状况其实把直播改明天也是可以。千秋乐的乐是念乐还是月？我不知道欸，千秋月还是千秋乐？真的超大，我一边骑车一边都看不到卢卡，真的哦，那么大。我这边还好，刚刚有下一点点，昨天晚上比较可怕，跟台风一样，然后风超大。乐闪恩，雨在增加，下我好担心这一周要怎么上班。你最近都没空去看。去哪里？纱布，我以为你贴 salon pass， 对，不是 salon pass， 因为是伤口，所以不能贴 salon pass。雨下不停，就跟我对你的思念一样无法窒息。我是念月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我医院地下室还淹水，很多人念哪一个？可是我觉得我都念那个。没空去看 LPC， 不是，就是他们有公关票我才可以去啊，如果卖得很好就没有啊，懂吗？就是有空位就是就可以，他们说 OK 我才可以去，然后这几天他们卖，听说他卖得很好，然后就恭喜他们。想想几个礼拜前我停电热成那样，没想到现在就那么冷。卢卡今天觉得很凉吗？蛮凉的啊，我今天肚子一直很痛，天气凉到肚子痛。今天几乎满桌，对，通常最后一天，听说昨天是满桌，什么活动？就是
演员跟 Judy 演的音乐剧。对，我原本可以去看，但是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有人确诊，所以就没办法，就是刚好被取消。嗯，超难过的。没位置，只好去后台偷看。肚子还可以，但如果等等我不行，我就拜拜了。我就先关播。路考完刚到家，先洗澡。好的，辛苦了。今天虽然下雨，可是好热。桃园还比较凉，对，我这边也蛮凉的。嗯，我刚刚看到你在用机器，然后下一秒画面变成这个，是我延迟吗？应该是，对啊，肚子折凉。对啊，多多先生，我小时候一直看。L 晚安，预告只有第一场次也卖得很好，因为价格不一样，因为卖太好，现在没多位置给你。对啊，那都是特别的，就是跟 TP 的公关票一样的概念。就刚好你要看的场取消，对，超难过的。好，我身体比较重要，没关系，不是我就休息。阿奇晚安。你现在一个人住，手机可以设定 staff 当紧急联络人，有事就按下去。第一场比较便宜，初日比较便宜。我第一场会到之后看情况。好的，初日会，对，大优惠。高雄才有点惨，该动高雄的，对，高雄十二月而已，才十二月，嗯，可能比较久。周日在平日没办法去，可惜。上次地震破脚有吓到吗？上次是哪一次？又有很多次我已经忘记了，应该有吓到。高雄的甜甜圈该动起来。高雄的位置还蛮多的，对，他躲在船下，啊，对，碰巧一直都躲在船下。如果比较大的话，然后就只有一点点，他就不会动。Nebo 江，他现在在我的船上，超可爱。他最近一直都在我腿上睡觉哦，因为天气开始变冷了。你还发现懂？太久以前了吧？我那之后都没有。开播吗？可可晚安。ポンちゃん抱っこしてもいいですか？抱っこしていいですか？ポンちゃん抱っこし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こんにちは。ポンちゃん，你说ポンちゃん最近去看那个动物医院，然后他这边有剃毛，看一下这边，他这边有剃毛，哎，超好摸的。ポンちゃん刚睡醒，所以有点乖乖的。ね、ポンちゃん起きたてだからね。为什么剃毛开刀不是用超音波？超音波前会先剃一下。碰见怎么了呢？好可爱哦！对，碰见最近，因为他，我最近发现碰见又漏尿尿，然后发现好像有一点血尿。最好是怀孕了，他是公的。对，发现他有血尿，所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。对，然后医生说这个季节哈，猫咪的应该说这个季节很多很多动物就是泌尿管嘛，就是膀胱什么的就比较有多问，比较常有问题。对，准备有新成员吗？
什么成员？陆可晚安，性感小胡子是谁？橘猫大部分是公的，对啊，七十还是八十趴是公。现在还有血尿吗？现在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应该是没有。陆卡平常吃量碰见压力多大？没有。碰见怀孕不是？这季节猫咪在换吗？应该算是。不是生病就好，其实我不知道原因。换毛超需要体力，小碰就要出生。好，反正我就带他去看医生。哎呀，然后碰见对医生超级生气的。原本哈，就是我要把啊，多多先生也用那个特效。就原本碰见。我要把我碰见的这边，前脚，然后那边的护士帮碰见抓后脚，然后他就超级生气说：“啊，不要抓我！”然后就是还对医生这样，然后我就一直安慰碰见。小碰见方便的红线瑞，碰见是公的。是隔他淡淡的医生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豆豆先生有特效，碰见好凶，对呀、啊，但他没有咬我，乖乖的，但他一直对医生凶，就他很生气，他会乖乖进去外出笼，就是我平常出门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着出门，对，然后我每次说、哦、你碰见不能出门这样，但是就是这次就是不一样，他出门的时候我就拿那个。笼猫咪的笼子一起拿去，然后就直接关那个客厅的门，然后把碰见放在那个电梯里面，对，然后碰见一开始一直都不进笼子，但是我把碰见就是到一楼了嘛，然后就是从电梯出来，他就跑进去笼子里面，对，计划通。但后来护士就没有抱他碰脚的后脚了，我就是我只有抱碰脚前脚这样，对，然后他是这样，然后医生先把他剃毛，然后就看一下他的膀胱是怎么样，对，但是还好里面没有什么结石什么的，嗯，石头什么，然后就是飘出来的都没看到，对。但是真的超级小的那种石头，其实超音波看不到。嗯，看医生很贵吗？哦，超贵。动物医院不会有保险的啊？不是，对，他们没有保险，所以真的很贵。哦，对，太小了看不到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可能真的要一检查，然后用 CanBQ 叫什么？天秤座，咸味镜吗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一定要就是那种就是这样才可以看到。这个叫明显显微镜啊，显微镜，对对对，只能用显微镜看得到。有吃药吗？先吃保养品，对，一天两次。然后让他多喝水，嗯，谢谢陆克送我超多许愿瓶。然后水的话，因为碰见也不太会喝水，所以我把罐头里面加一点水，这样，嗯，只能这样。谢谢姑讲的一封信，什么保养品啊？嗯，不知道，应该是保护他的泌尿器官的吧。多喝水，对，增加水分。我看一下，我拿一下好了。我家都可以吃到那个呢，那你是过年了，你过哈？可以
成伞。等一下哦，到底是闪月还是闪耀？应该是闪耀吼。对，因为我平常都念闪，我一开始先想到月，所以应该是耀。为什么我把这个每次都念成月？到底？一开始是错的。哎，不见。あ、ぶんちゃんの足長いですね。あ、はい。这是碰奖的夸下啊。哎，碰奖，你们是不的是有谁呢？哎，艾可晚安，班长晚安。对，选我错的。恭喜升级。ぽいちゃん、寂しかったの？うん。寂しかったのね。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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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足が相変わらず長いですね。ぽんちゃんの足どうしてそんな長いの？ねえ、ぽんちゃん本当に猫ですか？本当に猫かな？うん、猫だよね。で、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。あ、で、今天我还没吃那保养品。人参感觉不用每天吃，但是那个奶粉感觉可以喝。这是碰奖的屁屁啊！碰奖啊！碰奖刚刚大公开耶！碰奖呢？碰奖的奇不是刚刚的，不是爱心，刚刚是奇异果。刚刚破奖的奇异果大公开。もうやめてよポンちゃん、甘えん坊なの？可愛いですね。这是可以免费，当然可以，因为是破奖，破奖，破奖，哎呀妈！Oh my god, 这是碰奖的屁屁。啊，快点呢。他完全不懂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东西。对。他觉得你为什么跟镜头聊天，为什么不理我，这样。然后他还故意挡在我的镜头上面。ねえ、碰奖。碰奖邪魔してんだもんね。邪魔してんの？ん？邪魔してんの？可愛いですね。这台福利好多，对。为什么一直看到屁屁？对，因为是碰奖，碰奖，碰奖服务精神很好。对，碰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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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ごめんね。碰奖很故意，每天都看到，如果还不让我多看，哎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碰奖，你不能让我粉丝看到我吗？啊！碰奖，你不会害羞吗？你那么爱公开，よし。嗯，よし、寂しかったの？碰奖寂しかったのね。碰奖很多嘛，再次出现了，嘿嘿。卢卡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今天的爱心很完美。嗯，完全是寂しかったの。嗯，可以。哎，碰奖现在，碰奖现在超级迷你。天气开始冷了，蚂蚁猫咪也会想念我们。对。哎，碰奖，你过生日呢？谢谢一凡的许愿瓶，终于到家了，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风声好大，对，小雨一直飘进来。我帮你关门后，彭江。嗯，我想帮你关门后。谢谢谢谢。刚外面雨超大，然后瞬间变小。啊，有变小就好。哎，小文，嗯，我家猫咪呢？喏，只是爱心还好啦。隔壁有台连上厕所全程直播，真假的？
是也是猫咪吗？是谁的台呀？毕竟台风现在就在台湾下面哦。现在真的有台风哦，难怪觉得风真的好大。风姐还是只有一门内才行呢。我明天还有在户外办活动，希望不要下雨，真的，真的希望不要，嗯。他还在想要坐哪里？我只有看过鸟上厕所，一家上次直接全程直播，小胡子上厕，什么是小胡子啊？他们哎、欸，一家家不是有猫咪吗？不是他吗？一家哎、欸，那叫那猫咪叫什么？乌米吗？我忘记名字。哇、哦，风好大、哦！那时候生产的时候就赢了。明天白胖下雨，好像三个后来变两个，变胖了吗？一台三宝没打方向灯就右转，差点变成啊！没有变正就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小狮子哦，不是胡子，一只猫，宿舍的猫，谁养的、啊？对不起啦，我看成老虎的虎。原来宿舍可以养猫，那碰姐要不要也一起住？碰姐，你想住宿舍吗？碰姐要不要一起？嗯，我还没定呢。超哥，我刚刚手这样，他就直接把自己的头。还想给你们看呢、哦，还想给你们看，碰见多可爱，是怎么的？碰见，啊，碰见，見えないか？ちょうど見えないな、これ。ここちょうど見えませんね。こうやったら見えるかな？なんで今しないの？あら、そうなの。幻想去住的话，卢卡在心中地位又要降低，为什么？没有要骗我，刚刚真的有啦！哎，幻想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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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要再一次？要不要再一次？要不要再一次？哎，幻想，现在也有，我还想看福利奇异果。不行，那就是看碰见。哎，有了有了！哎，你要点的，没得笑，没得笑。碰见，碰见，寂しいの？碰见去したの？碰见刚刚跟我亲亲，吐司好疼心，看那么多次。那今天碰见算是蛮有那个服务精神。ぽんちゃん今日いつもよりサービス精神旺盛だもんね。皆様に言えさ。ぽんちゃん。ぽんちゃん。ぽんちゃんさっきチューしたもんね。ね。ぽんちゃんいるんですよ。我去看我家的猫。あ、谢谢送我这个。这是什么呢？ぽんちゃん都不亲我三星。雷军想奇异果。谢谢。这是谁送我？哦，谢谢性感小胡子送熊抱啾啾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这次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问吗？谁是性感小胡子？我家的猫会打狗，真的哦，猫咪那么凶，今天很乖。对啊，它今天很想黏我，因为天气冷了。上次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问强哥，上次什么意思呢？一定是他吧？嗯，是他吗？性感小胡子是碰见吗？他也是有胡子哦，真正的小胡子出现了。可是碰见不性感啊，对，碰见是可爱的。ね、碰见，碰见可爱吗？ね，嗯，碰见 sexy 系ですか？もしかして？哎，ねめ、めいたのめた。ね、なんでカメラで見えないとこで甘えんの？碰见、こっちはこっちはじゃあこっちにし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再一次，碰见，碰见，就是他自己想要这样。
胡子油太长很难刮啊、哦！对呀、啊，半斤是十斤，我都没刮胡子，都没出门，所以性感小胡子是你吗？我之前隔离在家也十天没刮胡子，是哦。今天超想卢卡 ，Cody 晚安。我至少两天要刮一次。哎，彭晨，啊，他终于离开了，他现在在这边。对，哎，不要对镜头，不要对镜头，哎，喂，谢谢。通常每天刮，嗯。对，每天男生每天刮比较好看。哎，彭晨离开了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聊天。送啾啾了没有？谢谢送我啾啾你。好，多多先生也一起，谢谢陆克。我原本想变成布莱德波特，不然结果变成花木兰的事业一样。如果要不要宣传一下我怎么会？不然等等有人又要说上班没听到。哦，对，不要再跟我说我在上班是又没听到，不要这样哦，拜托。对，我的握手会是3月11号礼拜一。不，讲错了，对不起。3月11号的第一部，11点到12点，啊，这是 A 部。然后 B 部是3月12号的第10部，3点多吗？的样子，对。大家可以帮我先填 B 部了，对，如果要填的话。还有我昨天填完的泡泡，我还没拿到哦，真假的？礼拜一下死，对不起。谢谢送我超款啾啾你。耶！彭姐也一起，彭姐要不要也啾啾我？啊！彭姐要不要啾啾我？嗯，咪咪笑，谢谢送我戳戳你。哎、啊，对对，先生也一起戳戳。哎、啊，彭姐也一起，彭姐。啊，可爱的 snap， 后面，你们都还没收到我啊？好多，你不要。你再蹦讲，准备大声那一点哦。过了一天还没出数，这甜圈已经很放水了，真的。原来甜圈真的会甜到眼花，已经有人光顾了啊！对，超猛的，好厉害！哎呀，我一路要上班到日月，没甜到很可惜。我这两步已经甜完了，我们看看有没有第三步。好，但我猜第三步应该是礼拜，就是。我猜是第二部，对，就是第一天的早上，然后就是连续这样，嗯，我猜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等等直播完才要去跟朋友拿，怕真的要早点填。咖喱菜晚安，我只拿到几张而已，我明天再来填，主要会在第二天，嗯，我没放水啊。没有，我们没饭水，只是没钱。先去洗澡，好，拜拜，太医。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今週台湾に帰ってきたけど、隔離もなくなって元に戻った感覚。あ、それまでどこにいた？日本にいたんですか？林前那部也是夜袭，卢卡可以唱了。对。那时候小蜜蜂有没有被吓到？想说啊、哦，我 CD 还没拿到哎、欸，这有没有这样？我 CD 也没拿到，怎么可以关布呢？哭哭。所以要先 B， 因为我觉得 A 应该比较难。谢谢波森送我红色金鱼。早上能来的真的不多啊。你如果会叫布布，应该在第一天后面吧？就是我，所以我才应该是第一天前面，第二部或是第三部。嗯。图书每天都在搬家，爸爸。波森晚安，我也是 B 甜比较多。波森晚安，这次 CD 太重了，我现在手上没卷一张都没有，图示还有十箱四牙盘还没来，也有林姐粉丝抱怨啊，都没填到，
因为是很晚很晚，对不对？早上四点多，没有小蜜蜂，大家睡醒吧，啊，醒着吧。吐司都没事，牙盘，我还以为昨天是 Cody， 难道 Cody？ 啊，好痛哦！啊，蹦奖刚刚真的好痛，稍微流血。因为我变成一个人了嘛，所以现在剪指甲都很难，很困难，所以他的指甲越来越变长了，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踩我脚什么的嘛，然后那时候就如果指甲有跑出来，就会我就受伤，我的卷头发好像没了，只有一点点。如果现在弄叫大家停的时候，我就吓到了。对，握手会跟今天CD 今天刚到货，好，加在第一天早上，那就卢卡贝贝。唉，我只知道我六点多醒来就看到官部通知，四点多我睡正常，对我四点多还没睡觉，我昨天。早上六点睡觉，然后下午两点起床。Cody 昨晚很忙哦，我也希望是我，我可以帮忙。Cody 可以把卷改填入卡，扎到了，那真的很痛，要缝一下吗？不用。重点是出数字有没有停，有没有停下来？不停。Cody 跟我说他花两个小时才两个小时填。是碰讲剪的，我还以为你都20岁了，还要卡妈妈们。我要帮碰讲剪，好痛哦！怎么可能是我了？会不会他把我的膝盖伤口？不行，所以我的膝盖还在保护。对啊，因为我的头发太硬了。已经变成一般的自然卷，还是有一点点。谢谢送会员票，你每天都很早睡，对吧？出張で行ってたのか。啊，なるほど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本当に良かった。でも今隔離ないんですよね、確か。你真的越来越早睡。我已经五天吃饱睡睡饱吃。卢卡都在抽温泉券抽到早上吗？哦，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天又抽到温泉券了，而且还可以跟他泡着，超级开心。谢谢卡尼莎送许愿瓶，对，然后我这次是那个成田白人吗？我应该没讲错，这次不是林露。就是刚好抽青云天空的时候，顺便抽到那个成田，然后我就玩一玩，就发现抽到温泉券。拆线会痛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拆线前都会一直都用那个线那边，所以不会痛。就是如果没有用的话，就是线跟皮肤会黏住，所以可能拆的时候会很痛，但就我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灰姑娘都有到12点，现在温泉浴来了吗？我不知道耶。那你有抽到青云吗？有，刚才我说我吃一抽就抽到青云了。隔离なくなったね。そう、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。私も日本行きたいわ。我抽不到青云天空。真假的？不是大进哦，应该是不是，应该是成田白人成田ブライアン。白人欧巴桑，那没事，不羡慕。他是欧巴桑吗？我90抽才抽到耶。我跟你说，我上次自源卡那个叫什么啊？小溪的时候我抽超多，我完全抽不到，真的不开心。
我好像抽了100抽，然后就完全连一张都没抽到。我今天玩游戏王也抽到三张 UR， 但技能都不给。七云天棍要泡一下子、啊，我一直听陈青云玩了，就那个青云，不是念法不是一样吗？我抽70抽，九代的标准是，卢卡运气都用在青云了，对，但是我后来还是有50抽，我40抽那个角色，因为我很想要小丽帽，或是可以跑沙池的，但是。就是没有抽到，但然后那时候就是抽到陈田，然后资源卡还是没有抽到什么强的，对，我30抽只有一张小丽，很好啊，对九代来说是我妈上，九代标准是12岁，资源卡是台币钻石在抽，我怎么是两张婚纱重炮？那个松放很可爱呀、啊。云跟云啊、哦，所以是青云天空，然后粉丝是青云，了解。青云 ，OK。念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，OK。来来，晚安。那个很好玩，怎么有点凶？我也想要婚纱重炮，但给我气。这个怎么念？气槽吗？气槽。没有，因为我也很想要重炮，因为重炮很可爱，尤其是婚纱的气槽感。对 ，Yeah Groove， 我只有一般的普通的气槽，我。分身抽到婚纱重炮，好羡慕、哦！重炮可爱啊，对啊，超可爱，声音也很可爱，好羡慕哦！忘记声优是谁，我再等下一次，对。我好想要，好想抽到能跑沙池的沙。我现在可以跑沙池的就只有两个，乌拉拉跟还有一个是谁啊？还有一个忘了，忘记名字。我只知道啊、哦，沙地，那个不是念词哦。好，应该是好沙地。我只知道青云是鬼头，可以自己培育吗？沙池是玩沙的，好，原来是沙地，那我一直看错。好，反正我现在就只有两只沙地。然后这个是碰奖的保养品，我看一下哦。宠物膀胱不适的营养补充品，可参与膀胱黏膜合成特殊氨基酸，帮助宠物降低压力。噔噔，然后这个热量就有650。而且里面没有很多，你看，里面只有这样，然后就650。飞影吧，是他吗？对了，今天是我妹婉玲生日，卢卡可以跟她说生日快乐吗？婉玲生日快乐，耶！她现在在哪里？我忘记了。他现在在那个，奥地利的是吗？我有点忘记他去哪里。我也一直都只有两个能跑沙地，另一只跑沙地应该是飞鹰。我也需要降低压力，宠物保健都很贵啊、哦。飞鹰的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双马尾的，地下妹妹吗？对，这是记对了。
陆克的妹妹很多耶，哪一个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哦。我知道真的妹妹的我知道亲妹妹，其他干妹妹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是三星，嗯，奥地利不是强哥的妹妹吗？哦，对，我上次搞错，我就搞错了。好，基林是三星，你说的沙地吗？对啊，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有飞鹰？因为我记得沙地嘛，其实蛮多。我等等传给他看。好，你要传给他、哦。那我可以再讲一次吗？他知道你名字叫陆克吗？应该知道哦。好，陆克，好，从头。陆克妹妹，晚安，我是宫田留佳，祝婉玲生日快乐，耶！留学加油，可以吗？他是留学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如果是工作的话，我再讲一次。我不知道他几岁啊。师大会曝光，我叫重录。年龄我真的不知道。18岁。名字跟年龄。他比卢卡大一点点啊，那还是不要讲好了。谢谢卢卡的梦幻烟火。女孩子一律建议说18，那就是19。嗯，那是卢卡的烟火。不是，为什么我妹生日是我要丢礼物的？对呀、啊，谢谢送我的小可可。Thank you。跟你妹情款，你叫你妹丢啊，因为是你说的，我当然去跟她请。好，辛苦。她那边有时差吧？现在这个时间那边几点呢、啊？发票先寄给她。啊，对，我突然想到，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包浆，噔噔。小贱，我知道他妹是谁。为什么你知道？那边现在下午3点，火箭娃娃，好扯哦，超级可爱，好可爱，哪来的？让 live 送的，我也不知道哪来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拿到的。对，就是我只知道我可以拿到。对，谁送的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。怎么是会有火箭娃娃？这是小的还是大的？应该是小的吧。我有看，我现在最近有看到 LINE LIVE 的限动，因为 LINE LIVE 那边都会转发，他们都，我有看过有一个人拿差不多这个大小的，我猜那应该是大的，对吧？所以这应该是小，但这个其实不小啊，就跟我的脸一样大。有人有一大一小哦，对对，我有看到，所以那个应该是，对，这个应该是小的，大的可能就这样。可是大的我也不太需要大的，因为太大，不知道哪边可以放。可能你的脸太小，没有啦，嘿嘿。真的跟我脸，我的应该说跟我的头一样大，好像是一模一样哎，不觉得吗？啊，好像它比较大我一点点。我觉得这样就对啊，差不多。也感激用官方认证的小脸，你们太夸张了，丢火箭然后让直接送，戴的跟身体差不多大。谢谢大家让我看到火箭娃娃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可是听说一齐生他们好像刚开始开播的时候也有拿到，但不是这款，就是这个叫甜心
火箭娃娃，他们有的好像是红色的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有看过。他下巴比较尖，有吗？我按到图斯图斯的那个角色，他是比较尖吗？真的好吧，我输了。对，我输了。烂色的都是红色的，那好像也会送，我也不知道。一期生拿到的是红色的标准火箭，了解。可是我们都没拿到，我们二期生都没有，超级羡慕的。对呀，被点到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奶奶吗？火箭比较尖呢。图斯该填几张道歉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其实每次都的时候，几乎都是不小心按到你们的头贴，然后也不小心按到你们的那个头贴旁边的那个小角色，按到那个就图斯该拿点诚意了。我相信图斯本来就会问我，我现在手上没卷，哭哭。其实这个真的蛮可爱的，这边是爱心，然后凸凸的爱心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可是这边的哇它出てきちゃった。对，这边有蝴蝶结，然后后面这边其实可以放，这边是口袋，所以这个可以拿到，等一下这好像可以拿出来的样子。嘿，对，这边就是可以改成想放的东西，就是照片啊什么的。对，要图斯填卢卡斯他填的十分之一会太过分吗？斯雅十张，卢卡一张吗？人间我们专心看火箭。对，这边是口袋，那是硬的还是软的？你说这个吗？这边是硬，这边是软的。对，反正这边可以换，可以放照片。对，还有别人握几张，我也不会生气啊。对啊，可能会难过，但不会生气。上次是二分之一哦，真的，原来如此。好啦，谢谢神秘人，嘿嘿。我不知道是他，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让他送我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，我就是拿到让送我的的东西，嘿嘿。谢谢。那有给卡片之类的吗？给你们看。阿坤姐来了。我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烂的，有烂的袋子，对，然后里面就有这个，对，然后所以卡片什么的就完全没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烂送我的。还有袋子，对呀，蛮可爱的，而且是粉红色哎。那本奖，嘿，对呀，这个卖了就很贵，对不对？买不到，一级别主播，对，真的很开心，我终于拿到实体火箭。以前都是只有荧幕上的火箭，这个是大主播的待遇，开心。你可以放虾皮卖，去娃娃工厂订做啊，实体感，对，实体。讲师，我刚不是说实体吗？
还是听成尸体，尸体火箭，对。然后这边是爱心，那其实做的嘛真的蛮可爱的，给你们仔细看一看。这边是爱心，对，然后这边有烂 live 的 tag， 嘿嘿，大的一只碗，哇，哈哈哈。虾皮还真的有卖，笑死！50000就不能送我们了，便宜吗？小的不知道，雷军可以卖了，雷军可以买了，小的6000哦，真的哦，那还是不能送啊，6000也不行。欧文，雷军该买了吧？买了不能送啊，哦对。我们你们只能送3000以下的，对吧？本奖送点呢，6000可以切一半分两次送，小的比特效还便宜耶。那算是无价值物品，不能定价。也对啊，其实大的跟小的好像，对，因为我后来拿到他娃娃之后，就自己看一下。就是是不是点数也可以换，对，所以我想我自己想要火箭娃娃也可以自己申请，对不对？如果至少条件有过的话，现在一半两个人送，若凯自己缝，积分月换，你有多少点？我不知道哪边可以看点数，那个点数是每个月就是重新，就是每个月一号就变成零吗？还是只要有点数的话，就是越来每个该怎么讲？不会每个月就是零变成零，就是一直一直累积累积是吗？你要储值才有哦，那应该是零，因为我没有储值过。我知道雷军先用6000买，然后再用600卖给强哥。个人页面有个积分点数，好像是每年哦，是哦。可以到隔年12月，点数存在2年，哦，哦，所以不是每年，是2年吗？你没有储值就没有，而且要一次储很多才有，点数就是2年效期。啊，了解。如果可能今天，今年10月拿到100点数，假如啦，假如。明年不是，然后后年讲错了，然后下个月我又拿到100点数，然后后年2025年吗？不是，对，2025年后年，不是讲错了，对不起，2024年11月的时候，这个月。2022年10月的时候拿到了100点，就可能消失，是这样吗？还是，从今年1月开始算，然后到明年什么的，不是算取得入，是算12月31。了解。所以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今年是算，所以是到今年啊，2022年直到2023年12月，哦，所以还有一年，就对了。OK， 了解。哎，那么好厉害耶！现在2022年嘛，所以10个月就可以换火箭是吗？但是如果想要它，储值多久多少就可以拿到啊？感觉真的要出很多要出的很多，大概出的130000就有了，哇哦，没现在的去年21也可以算哦，是哦，诶，所以是到2023年吗？陆克有200了，真假的那么多啊，所以它价值其实不止6000。感谢感谢，甜甜圈那次账号再储70000就可以换了，肖蛋准备爆雷了，是
是他大概可以乖一步吧。欸、真的、欸，关键比贵的呢，比贵的呢，好可爱哟、喔，可以呢。不要相信，不时怀疑是224，太狠的雷军，我都没有，因为我都一次除很少，这样除的才再多也没有。哦，了解，所以可能如果一次，每天除1000、1000、1000，可能就没有是吗？啊、哦，一次除10000才会有，10天内每天除1000，可能就完全没有点数。我还没有一次除过10000以上，我也没有。每个月第一次还有加倍哦，是哦，了解。10000才有点数10点，最好的就是一次除100000。阿狗 TV 粉应该没有不会这样做吧？哎、欸，搞不好这是路人的石油玩送我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是让 Live 送我，但看来不是你们都研究真这么厉害，这边的竞价单位都是万了吗？100万比较好吧，不太多了，太多，我只有除过1次10000，其实1次10000也很多，1次除10000太危险。小仙吗？不是他吧？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笑死，你们还记得他？可是一次除多一点多、会多收一点浪花哦。原来如此，他咋就没有玩烂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欸，我太久没有跟他联络。小仙丢礼物的方法你有看过吗？没有，就说他是贤哥没玩烂，刚好有几分。我在其他台看过很狂一次丢100万烂花，可怕耶、欸、原来是大佬。对，他们对他虽然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了，对，只能这样说。我在一开始直播除过5000，然后发现3天就丢了一半，一次100我真的贵了。而且我觉得他感觉不是对，那个直播主可能不是认识的，对，一周丢给新主播100多万，好厉害哦！除越多会花越多。豆三晚安，就刚好很晕很晕吧，我不知道欸，是这样吗？100多万是浪花，对哦，对对，一定是浪花啦，太可怕了。100万是像他喝水一样的事吧？没有吧，没有吧，真的，我现在都100、100出，他应该赚很多。他是自己赚的，对对对，他大学就有自己做工作，嗯。我原本以为他丢礼物给你是对你很好，我才发现原来他是对你很差，没有，没有吧？那他头天跑车，哦，那是他自己的车啊，那是他自己的车，他有蛮多台车。而且都是那牌的，对，对。科家100万是100万存，感觉是每天丢1-2只火箭，应该不会这样。那是现代骑车，还好那么多车。我如果100万存，我还会在这吗？那找老公就找这种，欸，其实说真的，说真的，因为。我其实不太知道有钱男生的想法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住的生活世界完全不一样嘛，对
居然有人头贴跑车是真的自己的车，留言破局。对，那真的是他自己的车，所以我才发现这个人是不是我认识的。我其实是看他的车，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。对，可是那是他自己赚的钱，对，不是靠爸妈。我也蛮多台，但都是一到一千的那种，不用理解买包包就对了。除了可以加大好快乐的感觉，没有。卡妈不知道他，卡妈真的不知道他。我家是有很多 Tomica 牌子的车 ，Tomica 也很可爱呀、啊。我真的小时候男生都收集，我认识的男生都收集小小的 Tomica， 而且很多很多，其实一两台就还有，可是有很多那种就觉得很好好看。我的跑车都变成烂花，还好我薯条加大都要想五分钟。原来卡妈不知道，卡妈不认识，卡妈不认识我同学。有钱人买布丁优格是不是都不填盖子？唉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卡妈上次不是被乌鸦喊得很像填不到的东西抓到耳朵？哦，对啊，我加大都不用想。不用想加大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大的吗？有钱人上厕所擦屁股都要大。没有夸张，我也有一台灰色的 Tomica Lamborghini， 呜，看来该分享我家的 Tomica 车库，卡妈认识的话还得。我在想说你们为什么笑？我喜欢卢卡，所以我喜欢大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叫外送三餐，叫了快一个礼拜了。卢卡有钱吧？刚才那个要剪精华。卢卡很大啊，你说年纪吗？太凶了，太凶了！完了，雷军可以办了。卢卡158公分算大了吗？对啦，我不知道女生的平均，听说女生日本女生平均是158。雷军这个骚扰主播，糟糕了！眼睛很大，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其实还好，日本家，可爱日本家。其实还好，台湾女生，台湾人眼睛比较大，日本平均女生158，我已经检举了，心胸宽大。你看破墙才十几公分，比你小只太多了，几十公分，搬家。我朋友1598，然后被我们从高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班都男生。哦，你的朋友是男生，然后1598。啊，那真的有点小。对，我发现台湾男生都蛮比日本男生高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有发现越冷的地方身高越来越高，但我发现日本人跟台湾人的话，其实台湾人比较高一点。等我一下哦，问他有没有考虑女装。金鱼要干嘛呢？啊，没有，卡丘是意外。啊，没事，身高其实不重要。来，越冷的地方鼻子也会挺哦？是吗？因为刚刚到现在都在说身高，差点检举了。不然你以为我在说什么？青云口味啊，青云口味很特别。你等一下哦，粉丝的青云是二声吗？青云，应该是二声，青云。但我那时候在说年纪，不是吧？其实我记得那时候说哪边大，确定是年纪吗？
检举雷军那个就好，加热空气的管道比较长。他们晚安，魏如晚安。哦，粉丝是三声 ，OK， 青云，谢谢陆克的许愿瓶。所以雷军说陆克年纪很大哦，但是身高，不然碰巧怎么可能几十公分？还好陆克还算高的，跟日本女生比的话，其实我真的是平均。对，但我之前在日侨学校，我是第二个矮的。等等，你越记越歪耶，你说的哦，是你讲的哦，然后你后面就一直解释我其实是在说年纪什么的。一个几百岁的说二十多岁的大，粉丝叫青云，还有什么也是青云。哦，卢卡是对的，好，青云不是粉丝，也是青云，都是借口。好啦，谢谢哦，拜拜。好，他要出去，三二啊，对，五四三二一，呼。你要自搞。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哪边，是吧？还是我看错？还是你说什么大的？说年纪也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想要吸引妹妹年纪要大的，对吧？没有黑画面，欢呼声。谢谢陆凯的甜心火箭，斜着飞。看雷军之前推谁就知道了。谢谢贤哥，我就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觉得玩具可能要收好，不然可能被碰奖的玩具。不会，碰奖对火箭也没有兴趣。对，绝对不是哪边。碰奖不是我，他喜欢小一点的。你说年纪吗？碰巧有姐姐就够了。对，你本家啊，对，我今天有买泡芙要吃。本家，可不可以你叫我呢？本家，我还没叫他们的呢。本家在填自己的，突突的地方啊，突突的地方。对，他现在肚子不是刚刚有看到吗？他这边是。他这边是吐掉，所以他现在填这边。很大吗？我是说泡芙，还不错吧？还有上次入口的蛋糕，蛋糕啊，凸了，对不起，凸，又大又香，不就是年纪的感觉？啊，对，又大又香就不是年纪的感觉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我也这么觉得啊，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时候真的啊。糟糕了，先扯一条线啊！对，这是卡妹的豆豆先生 T， 他原本要丢这件，但我现在被我穿。OK， 现在连豆豆先生也有那个特效。好了，我再跟你传对哈，好哦，原来是卡妹的，对呀、啊。卡妹。卢卡喜欢这种风格的没有？这件其实很大件，好不好？不觉得吗？其实我可以不用穿裤子，对，感觉可以穿诶 oversize 那种感觉。只是我今天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我就穿这么长的裤子。这是 XL 吗？我看一下。看不到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女生的话应该会这边有，怎么没有？啊，有了有了，等一下哦、喔，我看看，给你们看，啊 ，XL 对，应该是 XL，oversize 也不会穿裤子吧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就是会穿短裤什么的，
对啊，这件穿短裤应该蛮好看。嘿嘿，你转过去，我们帮你看。下次不要穿。哎，上次录课开直播是不是没穿裤子？这样转会扭到。对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手可以碰到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对啊，你们可以这个吗？哦，对对，好，所以我没有看错哈。他在家都没穿吧？这样，我现在不行了。他穿内裤直播，对，我一开始吓到他，他是不是穿内裤直播？因为他自己传给我那个网站，虽然我看的时候他已经没在开，但是我看一下，想说这是内裤吗？笑死！所以我看到那个就觉得，我之后开播的时候也不行，我应该要好好穿衣服，不然会被误会。对，所以就是穿这种 oversize 衣服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穿，就是好好穿长裤。对，再见穿短裤，居家你有感太重了。那个花花裤是我的篮球裤哦，是哦。我一边不行，但是一边可以。哦，也会有这样。他有解释哦，那我可能没有看到那么仔细，只是笑一下，什么？不早讲不穿裤子，如果看到负面教材，但陆克没洗澡两天都穿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我没事啊，没洗澡没有。有没有洗澡跟有没有洗衣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。对，我有时候有洗澡，但是可能会穿一模一样的衣服。对，如果是毛衣啊什么外套啊什么的话，我也不会每天都会洗。没错，而且裤子不会洗吧？你们裤子每天都会洗吗？那个会，尤其是牛仔裤什么的都会掉颜色。哦，没有，你知道？他开直播是照这边桌子那边，洛卡今天会洗吗？哦，今天应该会。那你会不洗澡，然后换另一套衣服吗？也是会，也是有可能。裤子我都很久才洗一次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老实说，我快一个礼拜没换衣服啊，真的啊，但是。啊，对啊，如果是睡衣的话，我也不会那么会洗。我觉得现在是冬天嘛，对啊，不会流汗。啊，嗯，我也不洗牛仔裤，因为牛仔裤真的会掉颜色，除非是真的那个叫什么？真的有那个味道，カビ臭い，カビ的衣柜味，或是那个，カビ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？突然忘记了。霉皱吗？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？啊，发霉的味道，对，除非那个牛仔裤真的有发霉的味道，我才会去洗。我家破掉的牛仔裤会。被骂。嗯，我觉得这奶油没有到很好吃。等一下，不是卡士达，那奶油是什么？玛格丽尼奇盖。我不推荐这家。川崎我还没吃，很想吃。我比较想吃起司口味。黑丹提供一下，某个面包店的 M M M 开头，
但我不会说是哪一家。哦，起司比较好吃吗？嗯。不是卖餐、啊。加糖微苦不够甜，嗯，不会太甜好啊，嗯，被这样说很想吃吃看，我吃吃看好了，只是这几天有点冷，外皮看起来很脆，其实还好，有点软，嗯，但吃加糖口味很冷，我应该不会再买这一家。这一家其实台湾的连锁的面包店，嗯，蛮有名的，对，但我没有很喜欢。这个真的没有很脆，就是软软的，有点像面包，嗯，嗯，吃了就知道了。所猥琐。明天早餐要吃什么呢？我可能不会吃早餐，但是午餐的话我会做那个喜剧。喜剧的话，喜剧的中文突然忘记，日式炖菜什么的，奶油炖菜，对，猥琐甘甜。有这种面包店还真想看看。预计几点起床呢？应该是12点。哎，我看一下明天有没有培训哦。哦，明天不是早上。连锁甘甜听起来很像面包店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这个泡芙真的没有很好吃，奶油已经变成凝固的那种，有些奶油会放在冰箱不是会凝固吗？对，它会结块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想这有点像什么，已经变成很像菠萝面包，里面不是有放奶油吗？有点像那个感觉。嗯，就是不像鲜奶油，应该真的是奶油。哎哎，叫鲜奶油小泡，嗯，就是没有鲜奶油。你们也可以吃吃看，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其实外表真的看起来还蛮可爱的，对啊，不觉得外表其实看起来很可爱，这就是硬硬的，嗯，下礼拜路口开什么时候呢？哦，对吼，下礼拜的话呢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，10月19号、10月21号这两天，嗯，所以是礼拜三跟礼拜五，大大香香的泡芙，我现在吃的更大颗，大家要排一下行程，那些泡芙吃。还是什么？对，是泡芙没错，但不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一个多少？不是一个买的，四个一百一吗？嗯，应该是。
所以是一个二十几块吧，嗯，假日路卡很忙哦，嗯，对，那算很便宜啊，对呀、啊，上次直播好久以前，我每天想你，嗯，对我也是，突然觉得好热。好了，开就会冷。辛苦你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雷军有钱人吃的果然不一样。音乐剧快到了，应该培训也会越来越密集。对啊，不愧是雷军买特大的。哎呀，已经练的差不多吗？还没啊，还没，还没。嗯，还在加油，还在排练中。肚子还会痛，对，越来越痛了。谢谢一口送的啾啾你。我怕我吃这，但我也没有很想吃这个泡芙。我怕我明天吃这个会肚子会更痛。但是也不能放太久，通常这种东西可能今天可能明天应该要吃完。要先休息吗？好，再三分钟，我可以的。我好痛哦。谢谢哥家的车车你。嗯，吃了才会痛吗？应该不是。甜点可以治疗肚子痛，可是要吃好吃的甜点。刚刚的奶油真的不行，好热，塞！豆豆先生好猛，原来是太难吃，所以会更痛。对，太难吃。谢谢小胡子的文手礼。抱怨一下，今天下午逛百货公司逛到一半，接到公司电话，直接原地加班，然后到刚刚，辛苦你了，唉，上班辛苦了，我也非常讨厌加班。Echo 生日过一天快乐哦，陆克都记得，对吼，他昨天生日，只好等等买好吃的治疗，应该不会，我真的就说直接休息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好痛好痛，哦好痛！谢谢图师送我好忧伤，我看他生日，我是很难忘了啊。对哈，是前女友的生日，对不对？先喝点水油啊，我刚喝了，我还有蛋糕，陆哥要吃吗？为什么你有蛋糕？好好哦，加班没关系，可以多几张券，还有两分钟，加油！昨天群组第一个说的也是陆克暖男，陆克还有继续在喝水吗？当然啊，当然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喝完。对，今天我应该目前只有喝900多，应该有1000啦，对。但1000对我来说已经很多了。耶，我吃完了。好，短男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喝水效果好吗？应该有吧。对，我也要先吃哦。对，我们家有那个标飞明，但是那个不是胃药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念吧。今天的第10名是夜兔，谢谢夜兔。第9名是雷军，谢谢雷军。第8名是吐司，谢谢吐司。第7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6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5名是盛源，谢谢盛源。
第四名是 Echo， 谢谢 Echo。第三名是咕酱，谢谢咕酱。第二名是性感小胡子，谢谢。第一名是 Luke， 谢谢 Luke。Thank you， 保重身体，没问题的。而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握手会哦，谢谢。记得停一下哦，对。不能拖，到时候你在上班，然后就填不到，不要怪我哦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 Lady M 很好吃，就考完 N 哦，真的 Lady M 我还没吃过，很想吃。谢谢 Mona Luca， 我出来再来填。好，今晚夜袭快填，握手会没有问题的，明天就填了啦。晚安，拜拜，真的要早点休息，没问题，马上填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还没钱买哦，你还没买哦，我晚点先填一下。好，下次请你吃。我要怎么吃呢？就可爱，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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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。好。啊，好痛哦，我肚子在叫了，呜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到，4周年演唱会也是延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没有开播那天，好像就公布什么时候延期，对吧？对，你们能来吗？问一下，应该你们有退票吗？好像可以到28，原本是直到14号，但是好像延到退票时间，好像延到了28号，对不对？翘班就好，我可以再买一次。对 ，FM 那天要补班。哎呀，了解，考虑一下。来看你们了。第一步跟第10步嘛，先填一下。哦 ，Thank you， 谢谢 Cody。翻 meeting 摆在上班日，退休就是拿来任性。看 Luca 比上班重要。退票了，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可以买？我也考虑一下，但要排队不太开心。对吼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对呀，这几天我在想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感觉有很多事情，只是每次都忘记了。但我还是会特休去看你，好啊，等你。啊，对，明华的广告的那个也出来了，然后鱼感激动的海报好像也出来了。对，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明华那片也可以按一下哦，按赞一下。对，好，那就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超级好看，谢谢。还有影片还没出来，鱼感激动还没公布周边哦，对，好，到时候再看看吧，拜拜。晚安，大家记得按赞，对，然后大家也记得填卷，不是填卷啊，对，填卷，对对对对，甜甜圈加油，晚安，拜拜，辛苦了。